朋友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一家也又出门了，今天我们一家准备带小姨子去吃面，我们到了山西必须吃一吃我们山西当地的特产，那就是山西的刀削面和面食。咱们现在走出发去看看我们山西有多少种面食，走，把烟喝了，走啊媳妇，出发。老二，老二，哎呀这小孩热死了，今天走吧，马上到面馆了。我们到地方了，来到面馆了。丽娜，丽娜，吃面好不好？好，走。等一下，爸爸抱着。到地方了，进去咱们看看吃啥。小姨子，吃面啊。这俩这是没吃饭，媳妇儿就没走路都没劲儿了呗，媳妇儿。老公，这是山西什么地方？山西的最产物有吗？还有别还有什么？吃面的地方，媳妇儿，一会儿你先别说话啊，这是吃面的地方，媳妇儿，你别山西特产太过饼啥都有，啊。你好，欢迎来到太原面馆，里边请。太原面馆，对。在我们山西人多热情，你看看，这是做面食的地方，媳妇儿，服务员长都这么帅。走。啊。你好，这是咱们吃面的一些小料，具有黄瓜丝、心灵美腌的螺蛳，还有一些辣椒，瞅啥都有意思。然后咱们的对咱们的腌的腊八蒜，都是小菜儿，媳妇儿，你就吃面的时候这些小菜儿必吃的。一会儿你就做吧，媳妇儿，随便吃，免费的，这还免费的是吗？对对对，是的。这个罐儿啥的，都是免费的。行，走吧，去吧，坐，媳妇儿，就搁这儿坐吧。哎，这帅哥给拿过来小菜儿，你看你俩媳妇儿，点了人帅哥直接给拿过来都，哎呀，这服务你说说。咋了，娜娜？这是他们这是啥呀？咱们今天吃这个，你尝一尝这些。最爱吃的黄瓜，你那都没有。老大，那宝贝儿，这不是这么吃的，宝贝儿，放这儿。这家伙说这么吃就要这么吃了，搂起来。咋了他这是媳妇儿？饿了。饿了。嗯。丽娜，想吃啥？啊？豆腐干面吧，想吃土豆了，你在家？加肉。想吃土豆加肉是吧？这儿真没有呀，宝贝儿，咱一会儿吃面，丽娜。啊。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凉粉，媳妇儿，凉粉，夏天吃这个比较多一点。那个是鸡丝面，哎呦我的妈！我家老大在家急眼了，急眼了。娜娜。怎么了？瞅着好吃是吗？哎呀，老二，这表情，哎呦，拿个筷子，哎呀，老二。啥情况，丽娜？再来一下，丽娜。终于加到碗里边了，是吧，丽娜？哎呀，这家，媳妇儿你帮帮他。我想自己做的。啊？他太独立了，想自己做。想自己做？那你吃吧，丽娜。一会儿那裙子上都能不能照的全是油？继续。哎呀。怎么了，丽娜？辣呀？不是，假装辣你吃吧。看可菲律宾，好吃吗？一会儿还有很多面呢，慢点吃。这个是我们当地的碗团儿。是这么吃吗？对，花开吃碗团儿。丽娜好吃吗？特别好吃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叫它沙棘冰粉。哦，沙棘冰粉是不是也是咱们山西的特产？对，主要是在里边加这个沙棘上本地的元素，吕梁山的沙棘。哦，吕梁山的沙棘。冰粉到处都在卖。啊，这小老儿吃的是啥呀？小宝贝吃的是酸奶。啊，酸奶。对，也是咱们当地的吧？这个酸奶倒是没有啥特别。啊、哦，没有啥特别，主要这个冰粉有特点啊。对，这个冰粉主要是在里边加沙棘上的酸奶。老大不会，这个不会，丽娜娜娜不怕烫，这不烫，它是冷的。对，这是干冰。冰对。它喷出来的这种。哎呀。干啥呢？感觉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吕梁山，里边有沙棘汁儿，健康。妹妹还有很多呢，少吃点儿。太好吃了，好吃吗，小儿？这一盘面都快吃完了，还有别的呢，等一会儿。好吃啊！来，送炊饼是一个我们山西的特色菜，鱼炒小米，羊曲小米。哎呀，媳妇儿，这是给你一个。对，这个是黑鱼子酱。对，下面这个是小米。好，对，这个是我们国家的烹饪大师，也是我们这道菜的非遗传承人王对对对对，亚宝。哦，谢谢你好。现在我给您上这道菜了，是我们的这个非遗糖醋鱼。
这名主厨呢是我们的王大师，是这道菜的非遗传承人王强先生，曾在2014年代表我们山西美食走进联合国冷餐会的主厨，啊，也是我们王志强先生。走走，这是我们国家级的烹饪大师，烹饪大师，对，龙门的一个造型。这鱼，丽娜，怎么样？没事，人家师傅要往上浇浇这个汁儿了。对，要求我们要从头浇到尾，鸿运当头。鸿运当头，哎，鸿运当头。人家老大是走哪儿跳哪儿，你知道吗？芝麻开花一样，哎呀，你都。谢谢，你说谢谢叔叔。谢谢。哎，好，这是幼儿园的餐一块啊。好嘞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先观赏后品尝。哎，这小米吃的，小老师真爱吃小米，真爱吃哈，媳妇儿。打包一份可以吗？再打包一份啊？行，打包。人家老大也爱吃，小姨子也爱吃，吃多少了？哎呀妈呀！谢谢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山西最出名的刀削面，削面，一个薄铁片给你们削。你看，你瞅瞅，太有艺术感了。咋的咋的雷呢？你也会啊，那也你也会啊，你看出锅了就这样了，削出来。他俄罗斯语讲得好，叫熟熟。哎，太标准了，这个是浇汁儿。大肠，对，大肠上有肉汁。对，这是我们的一根面。哎呀呀呀呀，这这个有意思是吧？这个是，这个是丢起来一根面。你看，面来了是吧？对，这是一根面啊。是的，行，一根面，哎呀，这是面，我哎呀，就这么一根呗。对对对，它完全是一根、哎，就是一根。我帮你分了一下。啊，这是臊子面。对，臊子面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臊子面是吧？对对对，都分开了。哎呀，啊，哎呀，这不是谢帅哥啊，这还整个果盘。对，这换了两桌子了，费罗子，我家小姨子能吃到尾呀、啊，好吃吗，妹妹？娜娜。吃这个水果吧，水果。崔姐，这个面来了，一根面，你吃吧。你看杨希又给表演一下，就一根，开吃。哎，就这么吃呗，吸溜呗。我真不会这样。哎呀，小老二吃的，怪不得是山西人呢，这么爱吃面。哎呀呀呀，这家像小兔子似的。对，对，你是啥呀，丽娜？你是啥呀？兔子呀。哎呀妈，媳妇儿，你这吃的一点都不香呢，怎么臭的？你吃面必须透露它呀！你看杨希这么吃，来吃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才叫吃面，看到没，媳妇儿？这叫吃面吗？这叫吸尘器了。是啊，这叫吸尘器。来，妹妹，你尝一尝，那么试一试，透露面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 ，OK OK。不过是那的，费事啊。说不了话。哎呦，小老二也吃一根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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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行了行了。哎呀，毛兰姐，你像你爸似的吃面。崔姐，还有一道面，擦尖儿。你说，擦尖儿。啊，这是面，我以为是肉。这是面，这是肉，这是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妈呀！小姨子还没吃饱吗？小姨子，这都翻了三个桌子了，都换了三桌子了都。哎呀，这是卤面食，媳妇儿。对。一个是辣的，一个是不辣的，一个辣的，一个不辣的，媳妇儿造吧。啊？什么？他吃那个西红柿，家里边就行了。行，喜欢吃辣的加辣的。哎，对。小姨子说这个还没吃完呢，一会儿还有这个啊，小姨子今天还都得吃完。哎呀，小姨子你现在都会秃噜了，你看看，你看吃的多香，你知道吗？这才是灵魂，这才是。咋样，小姨子？哎呀，都学会了。那、啊、他说啥，媳妇儿？他说那么吃就洗一下，这样就好吃，但是他不会。啊，那么吃好吃就是不会是吧？慢慢就会了，媳妇儿。这面好吃吧？吃几碗了？吃多了吧，媳妇儿？天天吃多了。哎呀，这咋了？这么享受吗，媳妇儿？这真好吃是吧？擦尖儿嘛，擦尖儿，尝一点。小老二，你看，给小老二喂一口啊，不给他吃啊，不给他吃啊，妈妈不给吃啊。小意思吃完几碗了，这都，哎呦我，咋样媳妇儿？是吧？妹妹，